看一下开球的质量很高啊，直接坐上了一杆。詹达选择了一库来贴球队，贴到。打一个薄球，直接跑白球。还是把母球放在了上半区，靠近顶库的位置。继续薄边两库回顶吧，这个球没有进攻机会。沉底了。沉底的话，看一下左边中袋有没有下球。粉球下方第三颗，对，这时候给到一个特写镜头，应该是有下的。好球，这颗打进可以直接考虑要篮球。而且篮球向上的角度，上半区还有一颗红球。啊，这颗红球有向下角度了，直接一库下篮。他选择了直接蹬回来，蹬回来再接一颗篮球。看一下这颗黑球上方的这颗红球有下，打进这颗就可以接上黑球了。上手机会抓得很及时啊。好，打黑 K 红，把球队稍微带了一下。当然，右下底还是有下球的。中高杆推起来，推起来再接一颗黑球。向下吃一库。这杆左下方底带还有下，不过角度流向上的话，就要考虑调蓝或者调粉了。中低杆蹬一库，篮球，角度流得不错。张达打球给我们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啊。他在认真的打好每一杆。推过来，推过来，看看黑球能叫到。吃库弹起来，左下方底带还有连接，这个时候给到了一个观众的镜头，观众都是很有年纪了啊，有岁月的感觉。好，蹬起来一点角度，这杆接不上黑球了呀，要粉球中带。
黑球被挡住了半颗。打粉 K 红，右下底还有下。退一库起来，再次接黑球。打仔这一局的围球表现的不错呀，现在已经是拿到50分了，快超分了啊！带下球队，好球，球队带开，这就一杆超分的球形了。再吃两套。哎，还能接上黑球。值了。两库转角起来。哎呦，这一杆把粉球一顶，左边中袋有了。走得挺险啊，如果不顶这颗粉球就没了。中袋打进，接任何一颗彩球都是够超分的，当然粉球是能接上的。最好是来一杆百分干。这个状态打火箭完全有一拼的。好，继续来要黑球，百分杆也是有希望的啊！看四颗红球都是活球了，一点一点拆嘛。这杆的较位看一下，不是太好啊。这粉球下方这一颗打不了，被粉球吃住。粉球右边的这颗反切，哎呦，直接翻中袋了啊！翻中袋没有翻进。单杆80分，1-1。